鹳的毛色是红色的，这个高这个它的孩子呢是白色的，妈妈呢是大尾巴，这个小羔羊呢它是小尾巴。那就说我们用这个动精配出来的这个羔羊啊，就是它和它妈妈完全就是发生了变化。一般哈塞克羊呢都是下一只嘛，这是下了两只，这只母羊呢，就是我们去年，这个采用这个吸管动精配，产下的的羔羊，就是说它的羊妈妈，突然下了两只羔羊，很蒙圈，它现在只剩一只。畜牧工作人员专门做了一个亲子栏，用于培养母子感情。一天后，母子仨团聚了。